不管他的个人能力好不好，他要愿意为队友牺牲，不顾一切保护队友。马上就有一个想法了，就是彭尊，我有想要做这个角色，但是我觉得壮壮是更适合去当队长。我觉得静非常的适合，这搞得好像要选新的领队一样，我好紧张。静心。